在本视频中，我们将以 Ultima Business 为例，介绍如何在 Ultima 生态系统的产品中进行注册。首先请登录 ultimabusiness.com 网站，在窗口的右上方有一个 Sign Up 按钮，请点击它。这时将打开一个 Smart Pass 注册窗口，这就是进行注册的系统。请填写所有必要的信息，电子邮箱、密码、确认密码、名、姓，还有您此时居住的国家。填写完毕后，您需要点击复选框以同意使用条款。请仔细阅读条款，并勾选屏幕右侧的三个圆圈，然后点击 Sign Up 按钮。如果一切正确的话，您在屏幕上会看到注册成功的通知，并需要确认您的电子邮箱。要确认您的电子邮箱，请先进入您的邮箱，并查找来自 SmartPass 的电子邮件。如果您的收件箱中没有该邮件，请查找您的垃圾箱，找到该邮件，并点击信件中的 Confirm Email 按钮。成功了，您已成功在 SmartPass 上注册。您可以通过点击 Go to Ultima Business 按钮来转到 Ultima Business 网站。如果您对注册过程还有任何问题，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进行咨询。